Come on. Rolling in the大家可能見到好多我嘅音樂視頻都帶俾細路仔好多開心，係咪？大家好，我係教咗三十幾年唱歌嘅歌唱老師。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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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我亦都係 AGT 的 Entertainment Daddy。我在所有音樂視頻裏面都會跟小孩一起玩，一起去學習，令到他們在我的課堂裏面學到的音樂技巧，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成長於快樂當中，這是我們的宗旨來的。我們借唱歌希望令到小孩在唱歌當中學習到怎樣能夠將正能量去擺入去他所有的今天真的叫做很 surprise 啊！我真的很开心啊！真的这个心情太兴奋了。现在我觉得他自己刚才落台之后，他告诉我妈咪好好玩啊，这样啊，我好 enjoy 啊，这样啊，真的很开心。好像 Doctor 说的，他的学生是属于舞台。多謝星影 U 唱歌學校，多謝 Doctor 親力親為教他，同埋令到他由細細個咁怕醜變到而家咁自信，咁中意舞台。係，多謝星影 U， 多謝 Doctor Steve。咁嚟緊咧，星影 U 就係我個 vocal school 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有另外一條頻道就是、Karaoke Tutor Channel， KaraokeTutor。即是 Karaoke， 大家都喜歡唱 Karaoke， 我就是一個老師，我教過無數的學生，即是過萬的學生。教女女的時候洞悉到原來小孩是可以教得好好，好像大人一樣的，從而令到我將大人的課程轉延入了去小孩的課程裡面。我設計了這個星人 U Say Music 一個品牌，將我三十幾年的教唱歌的經驗擺曬落去教細路仔，所以我的精神咧差不多擺曬落去啲細路仔身上。咁好多人都會問：咦，咁你嗰兩個女女 Celine 同埋 Dion， 咁你咪冇時間去教你唱歌啦咁樣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咁的而且確係會少咗時間嘅，但係時間咧分配出嚟、安排出嚟嘅。哇！輸咗。咁我哋成日都頭先我講過，我哋借唱歌去教細路仔正能量啦。咁就其中一樣嘢就是時間管理，亦都係唔可以有藉口嘅。咁嚟緊咧喺我嘅頻道裏邊咧，會生出一個會員制度。咁喺個會員制度裏邊咧，大家透過 YouTube 同埋透過 Facebook 咧，可以享受到我的直播。究竟怎樣才可以訓練到一個 Celine 呢？怎樣可以訓練到一個這麼乖的女兒出來呢？大家都很聰明，就是請補習老師，大家都很香港賺到很多錢的，賺到很多錢當然要花錢啦，花錢要花得其所，即是有智慧的爹地媽咪好像你們一樣，就找一個好的老師高人來到去教你們這麼厲害的兒子女女了。所以就不希望在家裏面就家族屋閉啊，你點解我咁聰明，我女點解教極都唔識嘅咧咁樣，不如揾個老師去教嗰個啦咁樣。所以嚟緊我嗰個頻道裏面咧會生咗個會員制度咧，係有好多直播咧，我會講好多點樣去訓練一個細路仔，點樣去訓練佢成才嘅。咁如果你本身你個仔女係一個天才或者係 talent 嘅細路仔嘅話，無論佢係唱歌有冇技巧或者有冇 talent 都好啦。咁我哋透過唱歌嚟到話俾你聽，原來唱歌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包括就記憶力，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如果我教一首歌咧，可以學到一千樣唔同嘅唱功嘅，即係唱歌技巧嘅。咁你想知嘅話，就要 join 做會員啦。咁啊 ，join 咗做會員嘅話咧，就可以有翻一倍至兩倍等值每一個月嘅一個優惠嘅。咁所以係咪好著數咧？咁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哋下邊嗰個 comment。咁啊～大家頭先都睇到啲片啦。好，一、二、三。So before you go。好靚，好靚，啊，聰明喎！
So before you go, was there something I could have said to make your heart beat better? Good. 見到我哋係好有心去教啦，咁啊家長嘅 testimonial 咧係唔可以逼嘅。经过咗 Doctor Sip 嘅训练之后咧，令我真系好意外，真系佢喺好短时间咧，嗰个进步好大，令到我真系好有一个感动嘅感觉，因为原来咧一个咁有方法嘅老师咧教出嚟咧，系完全个嗰个效果系好唔同嘅，唔单止可以好听，仲可以令到佢好有一个自信啦，同埋唱出嚟係直情係悦耳嗰種感覺。教好啲細路仔，好有心地教好啲細路仔，好似我啲老師同我哋一樣。I love singing you. I love singing you. I like to come singing you. I love singing you. It's so amazing. I like singing you. Really love it. It's fun. I learn a lot. Singing you 啊，我教唱歌嘅文化咧，就建立喺細路仔身上，就係令到佢哋好開心。大家睇到啲片啦，咁嚟緊我哋咧森馬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課程喎。咁啊，我哋嗱本身有個小組班就叫我是歌手班啦，三至五個人一班。咁我設計咗咧，就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咧就好快會悶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小組班咧就唔會就係一次一堂裏邊唔會唱一首歌嘅。咁我哋咧就每個細路仔都有佢中意嘅歌曲，咁所以我哋就令到個細路仔咧就每一堂嚟到咧都希望唱佢自己中意嘅歌曲。因為佢中意嘅歌嘅話咧，佢就不斷喺屋企練習噶啦。呢個係我不斷鑽研出嚟。咁我哋個平時我哋一年365日嘅小組班咧，三至五個細路仔一班嘅。咁當然疫情關係，我哋盡量都係減到兩至三個人一班啦。咁啊，放心，大家應該香港咧同埋全世界咧個疫情好快會度過。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先。咁我哋個小組班同我哋嘅森馬小組班有一點唔同嘅地方就有 gimmick 嘅，就係我會出現喺森馬度。我会出现森马度两大优惠俾大家，希望大家参加呢个暑期班嘅时候咧，系能够觉得物超所值。最紧要就系有我去教大家啦。咁虽然我唔会堂堂都出现，咁啊亦都会教全球嘅网上嘅学生啦。咁所以你听到广东话嗰条片嘅话，如果你身在非洲，即系我哋都有学生喺非洲啦、印度啦、巴黎啦、英国啦、美国啦、加拿大啦。遲啲文萊又有啦，越南又有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加拿大好多好多，南非啦好多，日本啦，韓國啦，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咁聽到我呢個廣東話嘅片嘅話咧，就即係知道咧，我哋嚟緊咧就都會喺網上做我嘅唱歌大師班，係啊，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咁就會做先一個香港嘅唱歌大師班。森馬有兩個課程，一個課程就是我會客席去幫我班老師團隊一起去教大家教多啲細路仔去唱歌的，另外一個就是九小時的一個大師班。我是 Selin Tam Daddy Steve Tam， 我有30几年教唱歌經驗，很多學生要求我舉辦在線唱歌班，機會來了，我正在舉辦在線唱歌大師課，教大家唱歌，快樂的唱歌。感赏机会，我想听你们在网上唱歌。希望大家会留意我哋嘅会员制度啦，会留意会 join 我哋嘅暑期课程啦，咁亦都会 join 我嘅唱歌大师班啦。咁啊，好多优惠嘅，多谢大家支持啊！咁啊，希望大家就身体健康，咁啊 ，good luck。This is Selin Tam's daddy Steve Tam. Over thousands of students asking me for the singing masterclass opportunities. Now it's a good chance that I'm holding a vocal masterclass online with all of you. I can try to arrange one time for each student in the first year. Don't miss this wonderful chance. I want to hear your singing.